你还忘不了他吗？要像这样 ，OK。找死啊你！咳嗽这么厉害，不能受凉，你不知道啊？是乖了点，天上的你知道吗？这不，你要和我一块儿啊？是最好的。你会功夫啊？所以说，你为什么要做演员啊？我走了。好，注意慢走啊。走了，阿导。好吃你就多吃点儿，哪那么多废物？你干嘛？竟然想睡我？你这是关心我吗？好啊，你真的不出来吗？